我被这棵树困住了，我需要协助。啊，终于有乐子了。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没想到会这样。谢谢你，我的坚持正好到达了极限。这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原以为圣国防卫严密，但我们没有面对这种攻击方式的准备。黑色能源无影无息地从空气中突然现身，在我们做出反应之前发动了突袭，我们一点机会也没有。当我附近的同袍们一个个倒下，我成功地撤退到这里，并将入口封锁。他们有效率而冷血地屠杀我们。不过他们真正的目标似乎是保存在圣府的亚历士卓沙派了可靠的盟友过来，这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可惜你们都会死在我手中。扎里斯利安还来过，我在这背后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在运作。在他们最初的攻击中，我瞥见他们真正领袖的身影，那是一条令人畏惧完全成长的目光龙。我无法知悉他们的通盘计划，英雄们，但是我知道一点，绝不能让他们得手。爱管闲事的小虫，你们晚了一步，金红圣所失陷了。你们的世界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你们接下来全都会见证这个毁灭星际元光的国度，只有磨难在等着你。有胆量的话就进去吧。我是光明，亦是黑暗。凡人，匍匐在死亡之翼的信使面前吧，享受这场胜利吧，凡人们，因为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的胜利。这世界将会在主人回归时化为火海。我的职责是看守这些龙蛋，在你伤害这些蛋以前，我会先烧了你。失败的代价。Yeah.
我的耐心用完了，我要亲自消灭你们。我原本想尽快了结你们，你们却比想象中还顽强，但你们的努力全是场空，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你们凡人不计后果的行为而起，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罢了。如果这意味着要灭绝你们，那就这样吧。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太远了。够了！既然你们这么想夺回艾泽拉斯的魔法，那就给你们。你们幕后的主使者终于出现，不过太迟了。这里所蕴含的力量足以毁灭这个世界十次，你以为他们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不可思议，凡人会毁灭所有事物。姐姐，你做了什么？我只是尽忠职守，兄长，是你让我别无选择。奥河战争就此结束，这个决定让我痛苦不已，但我们必须停止毁灭和生灵涂炭的局面。无论马里苟斯近期的罪孽有多重，我还是会哀悼他的逝去。他曾是一位高贵的守护者，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就这么消失了。红龙军团会负起修复艾泽拉斯的责任与义务。回去吧，和你的同伴们一起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你们还要面对新的挑战，你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生命还要继续。我需要再靠近一点。我离得太远了。太远了，我需要目标。我现在没有目标。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我离得太远了。我需要目标。我需要再靠近一点。我离得太远了，我要先找个目标。太远了，我现在没有目标。